三个都决定直接给。我们要去将军山看一下风景。好，快速通过。货真价实的野肉。对啊，35。这吸管，啊，这也是吸管吗？这导。各位有看到这台车吗？就是408，超帅的。阿米阿希尔，吃早餐了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今天是我们在帕塔亚的第三天。那因为前面两天都没有介绍这家饭店的早餐，那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吧。这个，椰奶布丁，耶，各种口味，还有什么？看一下哦，这蜂蜜是不是？对，蜂蜜，然后蜂糖，还有松饼哎，这看起来很好吃的感觉。下面，你要加哪一种？蜂糖啊。第一次看到这种脆片，凤梨汁。有橙汁，这可能是红茶之类的。面包，这没看过有这种面包。还有甜点，然后各式果酱。这果干，是全都是果干。它的早餐还不错啊，然后这边就生菜区，生菜区，水果区，它凤梨虽然颜色很怪，但是还蛮好吃的。这是什么？炸甜甜圈。炸甜甜圈，你要吃的？想要吃一个。然后这边是哦，辣椒，青辣椒。这里面是什么？这是要加什么的？哦，清汤。然后这边就是欧姆雷。蛋区，蛋白质来源区，荷包蛋，辣椒、辣椒粉、香料，不知道什么汤，是粥，这个卤蛋，那这边是小孩子喜欢的热狗，这边炒面，泰式炒面，烤洋芋。鱿鱼炒饭、白饭，这是决明子吗？哎，它这是什么？是粥？哎，不是哎，它是黄豆、豆奶，它加这些东西，好妙！它是甜汤，它早餐其实算很丰富，然后这边一碗才2500。大概2500左右，那时候订的时候，先吃。这东西很奇妙。红豆渣渣吗？不是哎，它这是岛林哦，决明子红豆，要自己加。嗯，蛮养生的感觉。蛮特别，蛮好吃的。吸管蛮好吃的，泰国水果也是很丰富，嗯，对吧？不然每次出国，你要吃到比台湾好吃的水果，很少。凤梨颜色浅浅的，但是很甜，它只是纤维比较粗，它
凤梨咬起来是脆。来吃一下这个，这是烤的甜甜圈哦，还是炸的？烤炸的甜甜圈，甜甜圈的炼乳。另外，就是昨天喝那个茶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它就是双胞胎，观众就知道，双胞胎就是那种炸的，然后上面会撒糖粉，它就像那种绿色酱，这不知道什么。它不是抹茶，我吃不出来。算了，我还是吃这个吧。玉米口味的甜点，椰奶香，然后还有玉米的甜味。这小朋友已经超爱的，这是葱的，这是咸的。好好吃哦。这上面包松饼，嗯，好好吃，非常好吃。这集因为 Aiden 跟阿米他们没有来，他们到时候我们影片做好，他们一看这个影片会边看边骂，为什么没有带我们来？泰国真的就不适合带他们。曼谷他还不是，对啊，曼谷他还真的不是。然后我们不是要买一些大麻的那个晚餐，我觉得另外做一起算了，那个感觉就像是喝红酒的那种感觉。但是我们有些朋友他们就是抽，有的抽过量，他们说就是全身都会麻麻的，然后很像感觉有点轻飘飘的感觉，每个人的感觉不太一样，有的人就很不喜欢，就可能就跟不喜欢喝酒是一样的意思。我们先继续吃早餐。我们要去将军山看一下风景，好，快速通过。到了将军山，将军山的平台，俯瞰帕塔亚的海湾美景。对啊，太阳有多大？超大的。就是这样，这是他们这附近唯一的比较高的地方，还蛮美的啦。这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夜景。那因为他们泰国都没有台风，也没有地震，所以他们的盖的大楼的那个地区都不太一样。它像离沙滩这么近的地方，都可以盖那么高的大楼，所以我们台湾没办法。好，我们就是这附近逛逛而已。将军山就是来看一下风景。15块啦，变贵一点点。变贵一点点。那个泰国的瑞布啊，很便宜。就是瑞布玻璃瓶的，它还有各式各样瓶子的。我记得以前还有像这种大小瓶子，然后各式各样的颜色，非常的多种，都很便宜，10块、15块。哦，金牌奖瑞布。OK， 好，来喝了。这像台湾的康贝特的感觉。哦，对，包装有点像。会不会比较浓啊？不知道，还是你想，你有期待要喝到什么样的味道？没有，它没有气耶。嗯，它是没气的。嗯，台湾的瑞布是有气的，但是台湾价钱是5-6倍。嗯，台湾是59块。对啊，它比这大瓶的，它是15块。嗯，你要喝吗？真的没气。对啊，你要喝看吗？就这一摊买的，嗯，很好喝哎，很好喝哎，很香哎，怎么这么香？我觉得这个好好吃哦，哦，很 Q， 货真价实的野肉，对啊，35，超级甜，嗯，这边还蛮容易看到鸡的。
就两只在这边店门口固店。Hello， 很漂亮。这边也有卖光吧？对啊，都跟你一样。好了，去二一百货吧。拜拜。我们到机场。没有，这个是帕塔亚这边的一个 mall， 叫做 Terminal 21，就是登机门，第二十一个登机门，就是把一个就是卖场做得像机场一样，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逛一下。他们这中央天井还摆了一个超大的巴黎铁塔，很漂亮。手标泰式奶茶，一开就排这么多人呢、欸。手标泰式奶，你觉得手标泰式奶怎么样？还不错，就是这样喝起来茶味很重，不会太焦糖分明。他说这样喝起来茶味不会，茶味很重，茶味很重。然后就是不会太甜，所以就是三分甜就刚刚好。对，它可以调甜度。它不会像其他的那个泰式奶茶，死甜甜到死，甜到要命。难怪大家都会排的这件手标，买很多泰国限定版的 Pocky。没有，把泰国限定版应该知道这个。对啊。都有限定版，小孩子很爱吃。我想说还是这个十盒，全部扫一扫这样。这样子十盒，哦。咦，这鱼皮片很便宜耶。好，拿个两包。好了，买完了，要给他看这个退税，退税标签。他说：“哦，有退税，好，就可以用。29块一包维他命含。哦，随便啊。有买了一些以前没有吃过的，买太多了，完蛋。这又是另外一层的厕所，看一下蓝色。”蓝车就是赛车，就是他们在监控。这个红色系，应该全世界的保安公司都长得差不多。对。对啊，只是他们的厕所比较有特色。嗯。对，就是换那他们那种泰国的一些图腾。各位有看到这一台车吗？9408，超帅的。它的椅子应该蛮好坐。对啊。来，这个很漂亮，刹车灯很漂亮。怎么样？你看那个，这个。石灰有没有超帅？有没有超帅？有、哦，跟我们那个狮子的那个比起来了，5008的比起来，这感觉比较有杀气。这种石灰比较杀气，对不对？他们那个是算还蛮可爱的。不能开，皇冠很帅。看一下刚刚发现的，哎、欸，这是香皂啊，不是蜡烛啊，是香皂嘛，对不对？各式各样的香皂。香皂。哦，香皂。这好像手榴弹。哎、欸，各式各样的香皂，很香哎、欸。
这是什么？吸管。这是吸管？啊，这也是吸管吗？这导子。这跟情趣用品店吗？也不是啊。他为什么都卖这些东西？就是要把泰国百货公司断绝。好，这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，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。在干嘛？对啊。觉得这蛮可爱的。哦。现在就帮 Aiden 挑个钱包送给他。啊，后面那个。嗯，我觉得这个还不错，这个还蛮适合他的。这个黄色。对啊。200块。好，拿给他。这个很漂亮。啊？很漂亮啊。然后，这很鏘哦。这好像以前我们在玩那个红白机那种电玩的开头画面。绿挂咖啡包做成这个样子。里面到底加了什么？里面还有美发店，这是内衣店，这是华歌尔的品牌的。其实我们这样整个逛下来，觉得这边它的鞋子，我们喜欢买运动鞋，它的鞋子也没有特别便宜，还蛮贵。剪头发400到500泰铢。我觉得下次可以来挑战一下。你说我来泰国剪是不是？剪完就变泰国人，看他们的明星是什么样子。我大概剪完就是要变特别的那个样子，是不是这样？觉得哎，可以挑战一下，还 OK 哦。你是不是想搞我？你看到什么？什么东西？那个标就是挂在行李箱的那个挂名字，然后就是说。不是你的袋子，当女生逛街的时候，就进入了精神时光屋。好冷。哎，我好像没时间呢。哦，好吧，那赶快走。走了。现在往哪边走？这边吗？啊 ，M 啊，下去啊。M。是吧？就我们吃完了他的北京烤鸭，然后跟我想象中的就是跟台湾烤鸭就是真的很不一样。台湾的烤鸭的皮是有吃脆脆的，然后里面有一些肉吃，是油脂。但是北京烤鸭是干干扁扁的，不知道是这一家是这个样子，还是每一家都是这个样子。应该是这一家吧。但是它里面的菜都是好吃的、啊。哦，对。对啊，菜都好吃的。好啦，我也不知道这一集要怎么结束，因为。我们剪的都很，我们现在录影都录得很破碎，太片段，都有很多片段。但是我们在这边就跟大家说，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你的小铃铛。拜拜。拜拜啊，如果有看到同样场景的话，可能就是我恢复记忆。拜拜。拜拜。